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法华会上佛菩萨，南无法华会上佛菩萨，南无法华会上佛菩萨，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我们看《法华经》，看到主类品。主类品按道理一个经的一个整体基本上结束了。好，护属菩萨们如何流通经典？我们昨天看到前面部分，就是护属的情况，如来摩顶啊，护属这些菩萨呀、啊，好完了呢，这事情已经是四地参赞，然后大家欢喜。四地参赞已经完了，这一个段落。这尔时释迦牟尼佛令十方诸啊十方来诸分身佛各方本土，然后他们要回去，就是叫他们回去，事情已经完了。为什么叫他们回去呢？那么给诸佛啊，下面说而作誓言：诸佛各随所安，就是你们哪里来还是到哪里去哈。那多宝佛塔呢？还可如故，还可如故，把门关起来。多宝佛是为了证明释迦牟尼佛讲《法华经》故来。经记和本两门已经结束了，所以呢，释迦佛说悉解啊，尽遣如故，叫他恢复原貌。这是一。二呢，分身，那些分身诸佛都来，来了目的是干什么？还记得吧？来开塔了呢，为开塔构集。那塔已经开完了，事情也了了，那多宝佛也见到了，所以令分身佛访本啊。第一个是多宝塔，多宝佛来是为了证明《法华经》，释迦牟尼佛讲《法华经》，就记本两门已经完了。就叫他关起来。那分身佛为了开塔而来，那么塔已经开完了，事情已经妥了，已经证明了，多宝佛见到了，所以防和。第三呢，塔不可以重开，所以说分身去而不现，就塔不要再开了，那分身佛所以要离开要去了。塔是听法所以在，塔关起来，走了没走？你怎么关没走呢？对对，后面还有啊，对吧？观音菩萨无尽意不是供养他，然后他怎么办？他把东西分成两份，不是？是吧？所以说说明他还没走，他还在那里。如果他直接完了，把他们关起来，因为还要听法，因为后面还有没完了。那么正事已经了了，那下面是流通，听后流通，所以闭起来。这是天台对于这一段为什么要凡复如故的原因呢，给予说明交代。那么这是四地参赞，然后再来大家翻起说是与时十方无量分身诸佛作为开塔来听经而来的，坐多宝树下狮子坐善及多宝佛并善行等无边阿僧祇菩萨大众舍利佛等，那这里上面是提到诸佛啊，然后菩萨再来，因为有声闻弟子所在啊，就舍利佛等声闻四众及一切世间，那下面是护法龙天闻佛所说呢，皆大欢喜，皆大欢喜。那么诸佛是为他事，诸佛为一些利益众生的事情，然后乃至十方诸佛来证明这样的事情而来，然后这事情已经做完了，所以大家都欢喜，然后诸佛也欢喜。那菩萨是为了自行得法，自行来说他能看到这么一个种场面，
过去式虽然已经听到法华，现在又重新温习，所以也是翻习。那么佛所说的该说的已经说了，所以说说的人清净，所以也是翻习。听的人清净，就闻听说听净，听的人也清净，听了这样一部妙法莲花经妙法呢，所以翻习。所以说闻法又能够证得果位，所以翻习。就是说现在和以及未来得到种种利益，这样呢事情已经完全具足了，是故这里讲说皆大欢喜。大家有没有皆大欢喜？欢喜不起来呀，对吧？他们遇到这么好处利益，当然我们也这样了解了，我们遇到法华首先应该庆幸，对不对？说明我们过去是有这么一个福德因缘善根，今天才重温法华，虽在末法，所以我们应该高兴，知道我们都可以成佛。虽然没有一一受记，理应在受记的范围之内，就是按照上面方便品里面所讲的那样，只要有一点点善根，天的欢喜，一念随喜，都可以成佛。所以说，我们也应该内心怎么样，偷偷的欢喜。暗暗的欢喜，对不对？应该是这样的。若听了一点欢喜都没有，反而增加忧悲苦恼，那就麻烦了，是吧？那就不对了，是不是？好，那我们接下去23题，叫做药王菩萨本誓品。本来法华到此已经结束，那么下面要叙述诸大菩萨过去世的种种因缘。那么我们从后面几品也看出来啊，诸大菩萨过去世修菩萨道，各自法门不同，乃至以世间的众生所结的法缘也不同。你看这药王菩萨也是非常了不起一位菩萨，是不是？他会燃身供佛供多久？我说那1200日不止啊，多少？1200岁耶，1200岁，他说那身体的精烧啊，是不是这样？那就这个菩萨的境界，我们不能以我们凡夫的境界，我们去烧大概2个小时就烧完了吧，对吧？我们通常火化2个小时就烧完了。这菩萨的境界供养佛，说人家过去人有燃灯，那么我没看过，他有看过老和尚烧了个疤在这里，当时。少滋滋滋的少，我要发心了，不可思议啊！我们烧香巴都有点害怕，是不是？所以说那是非常的，不可思议的境界。你看那妙音菩萨呢，也是不可思议，是吧？那现在很多人皈依名字叫妙音，妙音，妙音啊，那妙音菩萨也非常的了不起，没人叫药丸啊，是不是？谁叫妙音？妙音好听，是不是这样？那妙音菩萨非常了不起，那可是跟观音菩萨相比呢？你看在家居士叫妙音菩萨他不知道，观音菩萨他知道，药王他也不知道，药师佛知道，是不是这样？所以说这菩萨是这个以这个哪个国土的众生呢？这所结的缘呢不同，那我们从这里也可以了解。那后面呢介绍你们啊，乃至后面讲的妙庄王本事的事情，那我们不读这些经典，也不知道这些菩萨的事迹。那观音菩萨呀，谁都知道。你哪个庙如果是要塑观音菩萨呀，我看那个钱就没了咯，是不是啊？大家都愿意出钱。你要说塑佛像嘛，你不要吭气儿，只要有那么个意思，那个钞票就滚滚而来。你说的菩萨的不得了，他那个福德，对吧？你说哪个地方修凡间呢、要修什么厨房啊、厕所，我说没人拿钱，没人拿钱。所以有一些庙干脆就把菩萨摆在那里，有的菩萨要专精，长年累月的不专，他把菩萨拿当摇钱树，然后拼命钻呢，一直钻在那里呢，那个钱就拿去做别的事情。通常我们也不敢这样做，
我们一开始说要请佛像，一开始说请佛像，就告赶紧说钱已经够了，要不然你没办法，是吧？确实是这样，你稍微说一声，那有人就是要包。我说你大家一起种三根不是好吗？他说包，我一个人包了，就是这样的事情，对不对？我说那个电台那么大，你包什么样？我说你包一层了，他也不包，奇怪的。我说那瓷砖你贴贴你包也不包，哎，没办法。我说你油漆你包也不包，他就喜欢包佛，对不对？他是专精嘛，塑佛像可以庄严，那苦得不得了，对不对？让人家张扬礼拜。我说你菩萨摆在那里，没有房屋风吹雨打也不行啊。看来他还是考虑考虑，那我是随缘出200，他就这样子，是吧？所以说众生呢，这个布施啊，他有选择的，他要这么一个比较啊。所以说我们要了解这菩萨与世间人呢福德因缘不同啊，尤其观音菩萨与世间特别有缘。那我们等讲观音菩萨普门品的时候再来说啊。好，我们看药王菩萨本事品讲义呢12页，烧身供养报听经的恩。他为什么要烧身供养呢？是报佛给他讲经了，然后他就非常的感动。一感动呢就烧身，一烧呢就烧了1200岁，是这么样一种供养来报答佛恩。好，我们看讲义说，从此品至妙庄严王品，妙庄严王品这里一共有5品，除什么品？除普贤欠发品以外，后面还有几品？还有6品，对吧？啊，共5品，是护主至终结，本来护主已经完了，这是终结，皆是欠免流通此心。其实后面都是欠免流，也就是说这些大菩萨过去是所修的这么一个因缘，都跟法华有一定的关系，故此啊要提出来说明一下。始终可分为3类，把后面的诸品呢可以分成3类，一个药丸及妙音2品呢是欠修苦恨流通。药王不是烧身，那妙音菩萨是说百千万亿诸佛的修诸德根，就是供养这样的一个事情，都是修苦恨流通。观音的陀罗尼2品呢为护众生诸难流通，观音菩萨就是你只要有痛苦种种事情，是吧？那7难2求哦，是事无所谓，32应都是应众生的种种要求痛苦的事情呢，观音菩萨现身说法，就是护诸难。陀罗尼呢，有种种难呢，念咒可以解除种种困苦困惑。所以说，这2品是护众生的诸难。妙庄严王品是功德殊胜流通，赞叹功德殊胜，就发心如何的殊胜啊，在因地上怎么去发心，这样的一个殊胜功德。本品是因树王法菩萨请法，这些缘起是因为树王法，在座有个树王法菩萨呢来请法。释迦如来为之叙述药王菩萨之过去，药王菩萨早期过去的时候名一切众生喜见菩萨，还不是叫药丸哈，为报与明镜净明德，应该是啊，日夜净明德，对，我觉得日夜净明德，对不对？合在一起，日夜净明德佛处，那个把那个明白拆开，日夜净明德佛处听了法华之恩，所以说一切喜见菩萨早在那日夜净明德佛那个地方听到法华经，他就非常的感恩呐、是烧身供养的因缘，所以说他不是没有道理，因为经完了怎么还列在后面？因为有听经供养的事情，把这事迹叙述给众生，这样呢用来说明呢以说明受持此经是功德，受持此经功啊，就为什么要这样的叙述说受持法华的功德？以种种体现示强调
此经以诸经中最为其善，最为第一，诸经之王，于是药王品一直在强调说，啊，法华是诸经之善，法华是最为第一，法华是诸经之王，一直在这么强调。这是大意。那么下面我们看这一品叫药王。药王者，昔明心观时，昔明心观的时候啊，从日藏闻说佛慧。从日藏那里闻说佛的智慧呢，以血山上的药供养众生，就是说早期药王他发心的过程，他用血山的药呢来供养众生，愿我未来能治众生身心两病，几世欢喜，所以叫做药王。他要以这样药草来调理众生的生病和心病，发这么一个大愿，所以世间的欢喜称他为药王。此名此中名一切众生喜见顿舍一身，护收两臂，轻身重法。他的重法，因为菩萨要烧身的供养，说明他以修无我观重法的缘故，几息显经，故言本世品。这个药王菩萨本世品，本世品他过去的事情，说明他现在的情形果报如何。好，下面次第法用，总结上面下来，方便品是开山显仪，圆因已尽，圆满所讲的圆满的因已尽了，那是从记文人当中所讲的，从方便品开始啊。阿罗汉品呢是名成称之法，成称什么叫成称呢？括弧里面讲说，就是一个是能和所，能前面那个是能啊，然后第二个字是所，就是大乘以真如实相为所称之体，是体。那么一乘因果为所称之事，那什么人来称呢？就大乘的人，已经明白这样的理。就所称之体，那么一乘因果为所称之事，一个体一个事，那一实相立因果称以所称，明白这个道理啊，只有这样大智慧的人才能够称这样的一个大乘呢，到这个诸佛的彼岸，则称以所称，以记事以记事立物啊，就记世间来利益众生。故名称称，这安乐因名称称，就如何啊修四安乐恨来利益众生的事，你有大智慧才能有办法这个行持四法。受量品呢是名称果已尽，说行此行安乐恨这样的一种行法，就能够达到如来的受量。就因为诸过去诸佛都是因为这样行，释迦牟尼佛因地也是这么修行过来的，而呢能够成就如此寿命长远，所以就名呢称果已尽。十品以下，十品以下名称称之人，就是药王品，就是这些菩萨都是能够称这么一个一乘实相的道理而达到呢这么一个过得，所以说以下名称称之人，上面只要是讲法，底下是讲人，但是法里面也有讲到人呢，那一个突出重点不一样啊。下面什么叫大乘呢？《十二门论》里面说，大乘者，普贤文殊大人之所称也，就是这些人所称，那一个人和法，大乘之法，什么人能称？文殊普贤他们所能称。药王以苦恨称正，他修苦恨来称法，所以这是苦恨的标准呢不一样啊。有人说干佛也是苦恨呐、啊，那修行也是苦恨，修忍辱也是苦恨，那么以肉体这种供养也是苦恨，这法门种种不同，他只要你用心如何了。所以药王菩萨呢，以烧身这个苦恨呢作为称称，就是达到大乘的目的。妙音观音以三昧称称，妙音菩萨后面不讲他所得的是六种三昧呀、啊，他能够成就如此的功德。他观音菩萨也是得王三昧，他能才能够这样分身。虽然三十二应其实是分身千百亿啊，只是利己而已。
懂吗？所以说都以上内作为参禅。陀罗尼是总持为参禅，下面就是陀罗尼啊为总持，令一切恶法不生，一切善法延续，这是总持。妙庄严王呢是以誓愿为参禅，他所过去所说话的誓愿。普贤劝花品呢以神通为参禅，那此为化他流通，这后面都讲的是化他流通的事。好了，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个药王菩萨品。那我们先把前面这一段，我们还是一段段来啊，这样不辛苦。念到那个句诵啊，399句诵为止。尔时，树王华菩萨白佛言：“世尊，药王菩萨，云何犹豫娑婆世界？”世尊，是药王菩萨，有若干百千万亿那由他难寻苦恨。愿我头阎达摩阿修罗迦罗罗紧罗罗摩诃罗伽人非人等又他如来菩萨即日生闻众闻切欢喜尔时佛告树王华菩萨乃后过去无量安乐大劫有佛号日夜尽明德如来应供圣贤之明明德善治世间劫无上智调御丈夫天人之佛世尊即佛有八十余大菩萨摩诃萨七十二恒河沙大僧闻众佛寿四万两千劫菩萨寿命一等与佛无有女人地狱恶鬼畜生阿修罗等予以诸那地名如等由于所成宝路上缘宝藏护照随宝光南宝云香炉都遍国界七宝为台一柱一台其柱具台地狱见道此柱宝柱皆有菩萨声闻合作吉祥珠宝台上各有百亿诸天坐天吉业诸南彼国以为供养尔时彼国为一切众生举见菩萨及众菩萨诸声闻众说法华语是一切众生举见菩萨若其苦尽以日夜虚明德佛法中精进精进求佛满阿含经这里得见一切色身三昧得此三昧心大欢喜具作念缘我得见一切色身三昧皆得成法华经历我应当供养日月清明德国及法华经须持数以三昧与西方中欲曼陀罗花摩诃曼陀罗花寂寞天黑尘寒满西风中如云而下又于海子汉三坛之家十将六出恰似娑婆世界以供养佛若是供养于从三昧而作念缘我非以神力供养于佛不如以身供养即我诸将三坛金炉依令节沉水焦香就与三炉诸花香油满二三坛节里加油徒生以日夜居民得佛前与天宝一而自产生灌注香油与神通力量而自然生光明遍照八万里恒河沙世界其中诸我同时善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是真心地能与真法分享如来若以花香、璎珞、烧香、墨香、竹香、天神、方盖、以海、紫汉、三坛四家、如是等种种诸物供养，我不能及。假如佛成举止布施，具所不及。善男子，是名极力自知，于布施中就有信仰，以法供养诸如来故。若持于语，而更木然，举身果然，皆二百岁。过世以后，余生乃尽，一切众生举见菩萨，过住佛法供养语，命中之后，故在日月净明德佛国中，与净能佛菩萨结我合作，不然化身，欲为行故而说其言，大王今当知，我今已举住，即时言语。
好，我们这一段看到这个叙述，药王菩萨过去的因缘。我们看科判，这里是从385页那里而来的，那就是流通的事。那么药王下面有五品，那是分别啊，它流通的不一样，一个是化他，一个是护主，流通也是化他，流通不一样。那这里呢分成四科，四科是药丸。药王品是续弘法之师，那个念续啊，续弘法就是勉励弘法之师。妙音观音二品呢是续受法弟子，陀罗尼品是名咒护，妙庄严王品呢是名人护，这么一个事情就是分成四品了，就是下面五品分成这四个科判。那么第一个先我们看说去弘法之师，那先问和答，问就是素王法，就是菩萨问，然后下面呢活给答。那我们看这个按照课本来，说后面的性质有点一样哈，无尽意菩萨也问观音菩萨怎么如此世间，为什么叫观音呢？那这个地方也是说素王法问说药王菩萨银河如此世界呢，那药王菩萨然后下面说，世尊是药王菩萨有若干千百万亿呢，有难恨苦行，他就说难行苦恨这样的一个事情呢，所以说善哉世尊，然后希望呢愿佛呢少少的给解说一下，让呢所有天龙八部啊都能够得到利益，让他们得到这个好处，这是问。那么下面是答。这里有四点了，问答利益多宝称赞。然后我们看答呢，分成两点，答苦行，答的是苦行，由啊一指普遍色身三昧，或指下面两品，就是下面他所讲的，药王菩萨的过去世所修苦恨的事情。然后第二呢是赞叹经典《赞叹法华经》。先是然后再来第一个问题，讲苦恨的事情，您四本跟上面一样，一个四本和本事，四本就是最早最缘起的事情。那佛告诉王华说，来过往无量阿僧祇劫有佛，但是有一尊佛呢叫做日月净明德如来，十号具足，其佛呢有80亿大菩萨摩诃萨，声闻弟子有72恒河沙，就声闻弟子更多，佛的寿命是42000岁，讲述过去式事情呢，菩萨42000劫，不是2000，42000劫，不了得了啊！如果说释迦牟尼佛住一半那么长了，我们也能遇到哈，现在1/3、1/4、1/10我们也遇到，对吧？是我们释迦牟尼佛是太短了，是吧？2000多年前我们就没遇到了。他现在看弥勒菩萨了，对不对？龙华三会要再来见见也好啊，那我们一起又见面了。哎呀，我们当时在平行寺挺好啊，是不是这样？总算有这么个姻缘，对吧？好，然后呢，菩萨寿命也短，彼国无有女人。那这一段，这中间这一整段叙述佛的正报依报情况啊，然后他是如何庄严佛土的。种种情形约略给你描述，但是一个佛祖不是这么两句话就能够描述的完了啊。这段我们知道它是叙述佛祖的庄严。然后再来本事啊，四本看完了，然后本事现在就是就看到呢一些喜见菩萨当时闻法华经情况如何，就是说本事有三，佛说法修供养结会古今，然后呢先修供养有二，第一个是先佛说法，尔时彼佛为一切喜见，一切众生喜见菩萨，那他是根据他的功德了，一切众生喜见，不是一切众生不愿意见，一些众生的喜欢看见他，因为他色相长得庄严，因为他所修的是什么呢？现一切色身三昧，所以说他身体那么精烧，是不是这样？所以说一切菩萨一切众生都喜见了，
摄政庄严。即众菩萨诸声闻众说法华经，这是佛说法的事情。那下面呢，修行得法，修行得法这个地方是根据修供养，修供养分了两点，现身供养、次生供养，然后现身供养二，修行得法，修行者，然后呢，作念报恩这两段。是一切众世间菩萨呢，他是怎么样呢？好要修苦恨，以日夜精明的活动，精进精进心行，一心求佛，就苦恨没有懒惰啊。满万两千岁矣，他修苦恨修到满万两千岁，然后就得到这么一个三昧。其实我们得三昧也是艰难的呢，不是跑到毗卢殿做两次就得三昧了，是不是这样？啊，那一些众生喜愿菩萨，他要修这个苦恨精进，修苦恨修满万两千岁，然后得到这一面一个色身三昧。那下面呢是三昧力供养，做报恩呢、这报恩呢三昧力来供养了、烧身供养的事情。三昧力供养啊，得是三昧呢心大欢喜啊，他我也得了三昧，我应该报恩呢、这个得这三昧从哪里来呢？因为怎么样，佛给他讲法华经啊，然后他就修这么一个法门啊。作是念，我得现一切色身三昧啊，皆是得闻法华经的力量的缘故，所以你看这样子啊，我今当供养日夜净明得佛，他就是报恩思源。最初从哪里来的功德呢？是因为日夜净明得佛给他讲法华的缘故，所以说他要供养佛及法及法华经。即使入以三昧，他就入这个一切色身三昧啊，以虚空中他现神通啊，欲曼陀华、摩诃曼陀华，然后呢蓄末尖黑檀香满，虚空中如云而下，像云一样一朵一朵往下啊。又于海此岸张檀之香，那么香就是那个种种香气，此香呢六书，这个字念书字，大概24书为一两，这个东西很值钱的，这个樟檀香啊，24书为一两，这么一两呢，六书其实多少？少很少的呢，现在说大概几克吧，那价值呢，可以整个说个世界的价值那么大，这个东西我们也不太懂的啊。以供养佛就是非常昂贵价值来供养佛，这样的一种香来供养佛，这是一种了，用香供养。然后再来下面是烧身供养，烧身性上面是三昧力，用这个种种花以及香，那是功德所成，那功德所成当然就价值非常昂贵了。那下面是烧身供养啊，作事供养已，用三昧供养以后呢，从三昧起而做自念言，我虽以神力供养以佛呢，上面是神力功德供养，下面呢就不如以身体来供养，祭乎诸香檀香熏露兜楼婆，这熏露是据说是一种乳香，乳就是牛乳那个乳啊，乳香那兜楼婆是一种草香，草的香，碧丽伽是丁香，沉水焦香，焦香是松香，松子那种松香，又饮张土诸发香油，他自己做这些事情呢，要身体要供养嘛，他必须要这个服这些香气，烧出来的更香啦。满千二百岁，观服这些东西，涂这身东西呀、就饮服饮就有满千二百岁。因为佛寿命42000劫，那么2200那算不了什么，是不是这样？只是小数字，你慢慢服呗，对吧？服的香香的，然后再来烧，是不是这样？香油涂身，然后用香油涂身。
那有人说，那沙弥戒都不能香油涂身，他怎么香油涂身呢？供养嘛，对不对？比丘本来不能弄花呢，如果供养也可以啊。比丘也不能说造乐啊、唱歌啊，如果供养也可以，不是？比丘里面这样吗？可以的，是有开，对不对？然后以日月净明德佛前呢，以天宝衣而至缠身，藏起来啊，天宝衣啦，缠在身上，灌诸香油，以神通利愿，以神通利愿而至，因为他有这么一个愿望，因为他得了三昧了嘛，他自然就会烧起来了。烧起来以后呢，光明遍照80亿恒河沙世界，那个光不得了，我们当时不知道有没有被照到。啊，我看应该有没有，我们今天也不知道这么一个情形啊。然后呢，佛下面是佛赞叹，其中诸佛80亿恒河沙世界，这里面都有佛啊，其中诸佛呢同时赞叹说，善哉善哉，善男子，是真精进，是命真法供养如来。智者大师当年就是读到这里怎么样入定了，见到灵山呢，佛还在讲法华，烟然未散，大家有没有感觉到？是不是？哎呀，我们也长也长，我这也没什么感觉，是不是？他看了这样子说，诸佛的赞叹，哇，实在他就全身心的投入啊，起那么一种恭敬心，然后呢，他就能够入定了，感觉这样，所以说。名是真精进，是名真法供养，他是为法而供养的。那这里呢，他是单是内蕴自观啊，观烦恼因果皆用空慧来淡治，但是他没有痛苦的嘛，所以说叫做真法。所谓真法，他要有这么一个大智慧，观烦恼啊，身体一切皆不可得。又观呢身，若身若佛啊，能供所供皆是实相，他要这样观想呢。随烧随燃呢，不可得，这就叫真正叫做法供养，能所双观，没有能供的佛，所供所收的所烧的人，能烧的人所供的佛，这一切皆观空故，这样名为真法供养。这就供养要这样，能所双观。这样叫做真清净，真清净，真供养，是为法的缘故。何以见得他为法？他成就一切色身三昧，是因为闻法华而来。他的追缘要报佛的恩以及法华的恩，所以为法而供养，就这样来的。所以啊，若以花香璎珞烧身，墨香涂香，天人方盖及岸海岸。池啊，海是岸，藏坛之乡呢，如是等种种诸供养呢，所不能及，那是外在的，不如身来供养，所不能及。假使国城下面是外财供养的，那那些乡也是外财供养，妻子布施亦不所不能及，就内供养财，有时内财和外财不是啊，布施有法师。这个财是法是无畏施啊，因为财当中有内财外财，那身体是最为重要了，身体一烧不就没了嘛，所以这样的一个供养的轻身重法。善男子，是名是名第一自施，是最为殊胜的布施啊，以诸事中呢最真最善，以法供养诸如来故。但他不但烧身了，那主要是以这样一种情形来作为法供养的缘故，所以才赞叹。因为佛处处赞叹法供养嘛，但是他这完全是为法供养而来的。作是于呢，各尔莫然，那就是不讲话了。这是诸佛赞叹，人不讲话。不讲话以后呢，其身火燃，下面讲的时间有多久？1200岁。过世以后呢，其身乃尽，身体才烧到完，烧完以后，那么讲说，未来的果报就次生供养，有5点身，王家说本事，往佛所，然后呢，如来护主，然后奉命任持，这起这么几下面连带着5点，这一切众生喜见菩萨呢，做如是法供养以后，命中之后呢，又升到。又升到日夜净明德佛国中，那么那个佛还住世是不是这样？
寿命那么长，他还是武士。所以以敬德王家，在敬德王家呢，也家呼作呼兰法山，呼兰法山了、啊。然后呢，对他父亲讲，那个父亲岁数也很大了，是不是？他父亲讲说，大王今当知，我今行彼处，即时得一切。然后呢，现诸身三昧，精进打精进呢、啊，舍所爱自身，供养于世尊，为求无上回的，为法供养的缘故，都烧身的情形呢，跟他父亲讲了。说了以后啊、说了以后呢，白佛白又白复言，然后我们这一段把它念一下，念到哪里呀、啊？我们念到400啊，那一小段就好啊。说是既已而白复言，日月运明得佛。辛苦现在，我先供养佛力，而且一切众生于念佛罗尼，不管是法华经、阿赖千万里达由他、增加罗群佛罗、阿祖陀等句。大王，我今大唐供养诸佛，白玉及佛及宝之台，上升虚空，高居多罗。光明照慈花，我是神供养，今复还清净。好，好，这个是白王啊。他说第一白王以后呢，说净明德佛今现在还在，因为他还住世嘛。他供养以后，解一切众生以陀罗尼，复闻是法华经，又这个所得的功德了啊。说一能解得解陀罗尼，又闻到法华。华华说闻多少呢？八百千万亿呢？由他下面是句颂，下面是那个增加罗，听说是十六啊。那么频婆罗是18，阿祖婆是20等句，就是说闻这么多的颂子。大王，我今当凡供养此佛，应该供养啊。白衣呢，即坐，然后就升到空中，那到佛所，出佛所以后，恭敬礼拜，还有战佛，颜色圣奇妙的战佛，光明照十万。那我曾经供养呢，今又来亲近佛，是这么一个过程。这个白王呢，要习见菩萨，说自己有白佛言世尊啊，那世尊忧故在世。那下面是如来护足，然后我们看啊，尔时念，尔时，日月众生举念菩萨，作是偈语，而白佛言：世尊，世尊，忧故在世，尔时日月运行得佛，到一切众生举念菩萨，善男子，我涅槃之道，欲立十世，如果安时常住，我欲今夜上过涅槃。依附于汝，我灭度后，所有舍利亦复如汝。当今如后，款色供养，一举若干天堂，如是日月尽于得火，是一切众生体现不在于一切后问，入于涅槃。而是一切众生体现不大，见佛灭度，悲感懊恼，羡慕与佛，悉离海死，按三堂为居，供养佛身。收集舍利，做80000草群，以举80000塔，高34阶，脚踏方圆，随足方盖，前中宝林，尔时一切众生举见菩萨，呼作天人。我虽作是供养，今又未住，我今当更供养舍利，便与诸菩萨大弟子及天龙月他等一切大众，汝等当地君念，我今供养日月尽明德佛舍利，作是已矣，具于84000塔前，然百无庄严地72000岁，而为供养，令无求众生闻说，无量阿僧祇时，阿耨陀罗三藐三菩提时，皆使得入现一切色身三昧，尔时诸菩萨、天人、阿修罗等，见其
大千世界，六种真颂，千余法华，一切成天，得为成就。好，先到这，这是一段。好，然后我们看到是这一个叫如来护足，这个如来是哪尊如来？日月净明德如来啊，都告一些众生，一见菩萨善男子，他说我灭度以后，因为他时间拖了很久，看见没有？他又在修这个法了，又烧壁了，拖了很久，然后又来清净，清净时间很久，那么这一尊佛寿命已经到了要入灭了，一年到了，又是一些众生菩萨呢，说我以佛法护主以汝诸菩萨大弟子以及呢这些三千大七宝诸宝树台诸天都护主，就所有的众生都护主给你，然后呢他灭度以后所有的舍利也交给他去处理安排去留步了，管事供养来教他如何祈塔，一切交代定当了，那么那天月份呢就入涅槃了，这是护主如来护主，然后下面是奉命任持，然后去祈塔，第一个是祈塔。那么这个时候一些众生喜见菩萨见佛灭度后啊，他是非常的悲伤呢、啊、因为依附他得到种种利益啊，然后他就用这个樟檀香呢提起来供养，烧完了这个舍利装起来建塔布置供养啊，好翻过来啊，这样供养呢，说过去供养呢心还没有眼足，因为当时佛身他供养了，现在要供养舍利，我今当更供养舍利，便于诸大菩萨大弟子啊这些人呢，他说你们一心念我今要供养佛的舍利，做事仪式怎么样呢，在啊即于八万四千塔前拿百壶庄严壁，他那个壁不是一般我们那破破烂烂的壁啊，百壶庄严之壁，他多劫修来的，那么久的人来修啊、哦，他已经得到这个舍身三昧了，七万两千岁，这更不了了啊！烧壁七万两千岁，而以供养，令无数求声闻，声闻众无阿僧祇劫人呢，他烧的目的是让很多人起这种欢喜心啊，起菩提心，皆使得住一切舍身三昧，使他们也一一得到一切舍身三昧。然后下面是。这个是利益，然后是现报。这诸菩萨呢，天龙啊，那些人就说，这就不是我的导师啊，他教我们的少烧煤了，这怎么办呢？没少不具足啊，啊，他们就很担心啊。于是，一些菩萨他们就说，为他忧愁的事情。那么，这菩萨说没关系啊，他说，于是，在大众弟子誓言，我舍两臂，必当得佛的金色之力。可以换啊，这样的身体可以换一个更好的，若是不虚的话呢，他的凡夫如故，他做了以这么讲了以后啊，啊，那么因为是菩萨的福德的缘故所导致，我们烧可不敢花这样远呢，你不信来烧烧看，那我烧完了我得佛金身之力，烧了你就发炎就烂了，你麻烦，对不对？我们有菩萨九修哎，我们不知道啊，那些菩萨有诸佛的受记的。我们到底过去修的怎么样，现在还未得本心，是吧？你偶尔烧一点点差不多啊，然后抹一点药尝一尝包一包会好起来，整个烧了懒，但是烧了三天三夜，然后我得了佛净身之地，完了没了啊，所以说这个东西呢，就像电视里面做把戏一样不可模仿，是吧？模仿有危险啊，菩萨可以这样大誓愿啊，就是其他菩萨也没有这样做呀，哇，只有他敢这样子。说这样的一来呢，当时只是三天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天以宝法，一切天人得为成就啊，那说明他能够恢复了啊，那这个有这么一个果德的缘故。那么下面是结会古今。结会古今，那么这一切喜见菩萨到底什么人呢？所以下面要讲啊，我们念到，哎呀，念到昙花化用啊，哪来啊？念到哪里算哪里啊？佛告速王法菩萨：于入于云何？一切众生喜见菩萨，于与人乎？今药王菩萨誓也。
其所舍身故事如是无量百千万亿燃油他数诸王华若有发心欲得阿耨陀罗三藐三菩提者能燃烧时乃至如玉子供养佛塔正以佛成妻子及三千大千佛数三灵和蛇诸生好物而供养者后有人以七宝满三千大千世界供养与佛及大菩萨须知我阿罗汉世人所得功德不如受持法华经乃至于世俱利其无最多诸王王比如一切川流江河诸水至松海为第一持法华经俱复如是以诸如来所说经中最为深大就如古时黑山小铁为山大铁为山及石宝山中山之后西明山为最低石法华经俱无如是以诸经中最为巨大就如中经之后夜间子最为第一此法华经亦复如是以千万亿种诸经方等中最为明明又以十界缘除诸碍此经亦复如是能破一切无善之碍又如诸小王中广人圣王最为第一此经亦复如是以诸经中最为极深又如第四以三十三经中完此经亦复如是诸经中王又如大幻天王一切众生之物此经亦复如是一切贤圣学无学即化菩萨因舍之物又如一切凡夫人中须陀丸斯陀含阿罗含阿罗汉依师佛此经亦复如是一切如来所说或如大所说或声闻所说诸经法中最为第一有人受持是经者俱如如是，一切众生中俱为第一，一切声闻居士佛中菩萨为第一，此经俱复如是，一切诸经法中最为第一，如佛为诸法王，此经俱复如是，诸经中王。好，好，好，我们要在诸经中王，看见没有？这一段整个都赞叹《法华经》的不可思议功德。那他们虽然赞叹种种种种这个。菩萨烧身供养的功德之大，然后来回过来呢，那因为说众生所以把身体都烧完了，那没得弘法布教怎么办呢？还是回归到你直接说法供养的殊胜啊，所以说不如受持法华经这样的一个功德。那么结会古今说这里讲说，告诉佛王华说，一切众生已见菩萨。就是现在的药王菩萨，他所舍身布施如是无量，无量无边呢，这就是啊，无量千万亿，而他数不止这么一次，他是个例子一次而已，像是欠修。若有发菩提心的，那能燃烧纸，乃至足一指，你看整个身体燃的不行了，烧一小点，供养佛塔。意思说烧身供养那样胜于国臣妻子三千大千所有这一些外在的供养呢要殊胜，所以说烧菩萨戒都要叫你烧身烧。现在我们中国佛教有一个特色，三坛大戒同寿，比丘身份不能烧的，烧的都不可以啊，乃至身体有一点残缺都不可以。那你烧了以后就是有所残缺了，那在十六遮还有百遮，百遮当中身体哪一次有一点点不好的呢，都在遮止当中。一个比丘身份呢要求极其庄严，不能毁坏，因为佛寺的那些声闻弟子他未必有受菩萨戒，除了那些大菩萨的受菩萨戒，是吧？所以我近期跟居士讲呢都是这样，我说你居士受我戒就好，不要急着受菩萨戒，因为他们本身就不知道菩萨戒是什么意思。他会问你说，法师我受菩萨戒好啊受五戒好，他这么问，那完全就不懂那个道理，菩萨戒难持，不容易持，容易换，怎么得了，对吧？起心动念都会换的。你说在家从三十经里面讲说那就方便了，六众说四众过也有，也换根本了。居士很少不讲四众过的，
对不对？他坐在那里没事，就把哪一个和尚拿来称一下子，称一下子几斤几两，称一下子几斤几两。啊，居士之间他们也互相称啊，七称八称这样来呢，就换了不善戒了。你叫他不说，他会这么讲说，哎呀，不愿意讲了，讲了我换戒了。啊，他讲完了，然后后面加那么一句注解一下，是不是？他说我不应该讲，我讲了换戒，讲了已经讲完了，对不对？换重罪呢，这不容易。那五戒你只是单纯的把那五条戒持好，你非常的殊胜，金刚受八关斋戒啦，那是非常的殊胜的事情。所以说菩萨道难行，你要行菩萨道啊，完全是牺牲自己，以慈悲心为怀，利益众生，这么一种情形才去受菩萨戒啊。菩萨戒比较难，你说就大这个出家，通常我们叫出家，往往其实在家也可以受了。那十众戒当中，十众戒当中难吃饭，称音称言称法称业，你都一点称都不可以，就是你一点不高兴对众生产生称恼，就犯了根本了。你看那更厉害了，难。所以行菩萨道，你怎么可以称？称以慈悲心相违，以菩萨道相违背，以佛心相违背，那就不可以呀、啊，就是很难了、啊。所以说这里，在中国佛教好像是有点矛盾，又是比丘戒，又是菩萨戒，提在一身怎么办？当然既然是这样子的，以菩萨戒为重，可以这样，以菩萨戒为重，因为修些大乘嘛，修些大乘，你看呢，我从法华也好，从其他大乘经典也好，他告诉你要远离声闻啊，罗刹声闻的影响呢都犯菩萨戒，是不是这样？所以在这里面就不同了。他有这样的一种心力受菩萨戒啊，行菩萨道，从因地凡夫来说，初心不在也应该这样子供养，是吧？那这里烧，他从目前的国制来说呢，是不允许乱烧，还是中国佛学也不允许烧，因为烧会引起种种问题出来。你看过去戒场为什么烧死人呢？啊，通常验到什么呢？是冤家债主来讨债来了。可以总结这么两点：过去受戒时间很长。53天，是吧？那有的这么一起，那传统的习惯呢、啊？都说53天，后来中国佛教也会改成1个月，大家就嫌太短了，是吧？早期刚开始受戒，81年从古山恢复受戒才7、8天时间就受完了。那你说我们过去是受的53天，你们7、8天受什么戒？我告诉你，我受戒受比丘戒只有一天半训练，第二天去受一下就完了。我们一共才40个人，就一天就受完了。那有一些人说你们那个受什么戒？一天受什么戒？那我们学过律的人就懂了，受戒是白事结魔嘛，一些做完就可以了嘛，那为什么要那么久时间呢？那学的时间是更重要。我们受沙弥戒是9月份受的，然后呢到11月呢受比丘戒，第二年才受菩萨戒，按道理都已经拖两年了，稍微拖两年这么一个时间，每次受只有一天而已。开始我们也人家都跟我们讲说你那受戒不成，时间太短，哎，我们也不知道，是吧？后来学了律以后，时间不宜再长短，主要看你如法的问题，是吧？所以说早期做的事情当然也未必很如法的。那么这个受比丘戒，然后受菩萨戒，这样也通常连着，通常把它连着来。那么这是已经成了一个规律了。但是这事情从哪里来呢？应该是从明朝开始，宝华山那个传戒正法弄出来以后，因为三坛都连着一个本上面。那么这么一来呢，因为净业力是为成就更多人受戒啊，就很多人云集到那里来，他给你很多受戒的衣单啊，过去都是自己一切都自备了，然后呢就把它免了，哦，那吃啊一些事情都给你自己，或者请个什么波了什么之类的，就拿点钱，一般从有现在我们讲那些戒心什么都免，那很多人云集那里去，那么多人呢受一次也不容易。干脆短时间呢三堂把它受完，好，这么一例子一开呢就
不可收拾，他现在就成了一种惯例。如果现在受戒，你只受沙弥戒或者是受比丘戒，不再戒不受，肯定说你不圆满，信不信？他说你那个受戒三坛大戒，怎么受两坛？对不对？比丘身份完成即是主意，你等哪天发菩萨心再受菩萨戒，对吧？你现在的受戒要戒是要一个啊，同时沙弥戒也要一个和善，比丘戒和善，那么菩萨戒和善都是同时一个，其实这根本就不相连了。沙弥戒是沙弥戒的和善，比丘戒是比丘戒和善，好吧？那菩萨戒的和善本来是释迦牟尼佛，那只是说请现前的二师做证明而已。那受过菩萨戒的人，师师相受也都可以啊，那未必一定要判定什么的，这一个基本观念的问题了。所以就变成这种一种局势啊，然后就会鼓励人家去烧。那现在我们不太赞同烧，如果说发心烧，这也是随喜赞叹啊。但是呢，不知道明天开始就乱烧开始，对不对？不会吧？里面烧火我还随喜功德，把你烧的功德跟我随喜功德一样。好，那这个是欠修，欠修就欠你烧身了。下面是赞叹经，叹能持的人，若乎有人以此七宝满啊，就是说这样来供养的，不如有人持法华经。那么下面就拼命的赞叹法华的功德，叹所持的法啦，持经的福报啊，叹所受的这个叹的法体，啊，持法华经啊，他说，他下面是种种譬喻，譬喻一切水，当然海为大了。我们的比丘戒前面叙述也是这样的，众流，是吧？一切皆因为善根，像这里让他说海，那么法华亦如是。如来所说经中呢，最为深大一乘之相，开显显示。一切会归一尘，所以说最深大。那下面种种山，它的水下面是山，山呢是悉尼山是最大，这法华也是如是，以诸经当中为最善，山高嘛，海深嘛，那么众星当中月是最为第一，那么星宿当中它不能用太，那下面太阳是另外了，法华亦如是。以千万亿种中经当中呢，最为早明。又如日天时能除诸暗啊，就像天这个太阳一样除暗的，使经也能够破一切不善之暗啊。那下面以王来比，转轮圣王最为第一，使经也是最为最尊。那从天上来说，第四天竺是啊最大，那么这个经也是如是，诸经是王，看见吗？身啊大呀王啊都一一做比了。那么大幻天王是一切众生之父，此经亦如是一切学有些无学之父，菩萨之父，又如一切凡夫中，那么这些圣贤是最为第一。如来所说的经典当中，菩萨经典当中呢，就是这法华经最为第一。又能受持此经典者，亦复如是，一切众生中亦为第一啊！一切声闻辟支佛中，菩萨最为第一，这是因当中的第一了。如来呢的果也是第一，所以这一章此经亦为第一，一切众经中最为第一。如佛为诸法是王，此经亦复如是，以诸经中王。我们刚才是不是到这？是吧？就是处处赞叹法华经，所以一般其他的经典呢，也说此经如何如何殊胜，没有像法华这样的一再强调诸经第一，诸经之宝。为什么讲成佛？成佛是最为真的，一切众生要导归以成佛的事情。那其他经典不是都不能成佛了，也可以成佛，也通过这样也可以成佛。但是这着重点呢，说法不同，我们不能因为这诸经完，其他的不是王了。你不可这么说，也可以成佛。好，下面赞叹法用。好，我们再来，诸王，此经能救一切众生，此经能令一切众生离诸苦恼，此经能大饱益一切众生，充满极乐。如今两世，一切诸可察者，如寒者得火，如裸者得衣，如伤人者属。
如子得母，如度得反，如病得医，如暗得灯，如贫得宝，如迷得广，如骨客得海，如聚如暗，此法华经亦复如是，能令众生离一切苦，一切病痛，能除一切生死之苦。若人得闻此法华经，若自书或指人书，所得功德以佛智慧筹量多少，不得其间。若诸子听见，花香、璎珞、烧香、墨香、涂香、衣服种种之灯，诸灯油灯、诸香油灯、香烛油灯、须发难油灯、婆罗罗油灯、波利香香油灯、南无罗绿油灯，供养所得功德亦复无量。若有人闻是妙法菩萨等事行者，亦得无量无边功德。若有女人闻是妙法菩萨等事行身受之者，亦是女身或无不受。若如来灭后或五百岁中，若有女人闻是经典，如说修行于此命中，一往三首之见，阿弥陀佛，大菩萨众，为老住处，三莲花中，宝座之上，诸位阿弥陀佛，亦复不为嗔恚愚痴所恼，亦复不为骄慢嫉妒诸垢所恼，得菩萨神通，无生法忍，得是人语，显身清净，以至清净显身，见七百万妙身于毛油堂恒河沙等诸佛如来，是时诸佛遥供大愿：善哉善哉善男子，吾能与释迦牟尼法中受此福众，慈悲世亲，为他人说，所得福德无量无边，火不能烧，水不能漂，汝之功德，天佛共说，不能令尽。汝今已能破诸魔贼，快生死经，诸余烟敌，皆俱摧灭。善男子，海天诸佛以闻通力，共我诸汝，一切世间天人之中，无如汝者。随处如来，悉诸声闻，悉是佛，乃至菩萨智慧禅定，无有余如等者。如是功德智慧之力，若有人闻是药王菩萨本智品，能随以善善者，世人见智，口中常住金莲花香，满口孔中常住牛桃甘蓝之香，所得功德如上所说，是故诸王法以此药王菩萨本智品，汝类于汝，我灭度后，后五百岁中，晚天留步以言无语，无令犯解，黄土魔女、诸天龙、夜叉、鸠环图等，乃至一切鸠王法，无上与神通之力，可护自心，所以可合。此经为言无敌人，君子良药，若有不义，得闻此经，定必消灭，不老不死，度王法。如若有受持是经者，应与金莲花、盛满墨香共赞其上，但以作是念：此人不久，即将起草坐以道场，破诸魔心，翻飞瓦雷，击大法鼓，度若一切众生，生彼如来。是故求佛道者，见有受持是经典者，即发如是生恭敬心，说是药王菩萨等事品。八万世间菩萨，得解一切众生语言陀罗尼，国宝如来于宝塔中赞诸万法菩萨人：善哉善哉，诸王法，汝成就不可思议功德，乃能问释迦牟尼佛如此之事，今日无量一切众生。哎，好的很，看见没有？好，但法用啊，此经能救一切众生，此经能一切众生离苦，此经能大饶益一切众生。你看那欢喜啊，法华的利益功德啊，那么菩萨因地所修得法，如是成就如是大的功德。所以下面有种种比喻，这个经就好像啊，所需要所能够得到的是什么？含得火啊，罗得衣啊，三人得主啊，孺子得母啊，种种种种的比喻。所以说这法华经呢也是这样，能令众生离一切苦，成佛的不是离一切苦了吗？众生成佛呢，远离诸种苦恼，乃至一些病痛，解除一些生死之苦，
那下面呢是持全经的福报。若人闻止法华经，听了法华经以后，那下面是流通啊，说自书使人书所得功德呢，以佛的智慧筹量所不得其边，那就功德非常之大殊胜。我们也没怎么感觉，那流通就流通嘛，那么大呢，留在世间做明灯，啊，以此而得度生死的缘故。所以说这样的经典，下面以种种供养物来作为供养。那么这些名称我们常常会看见啊，下面有个婆利斯迦油灯，婆利就是407页的第三行那个地方，婆利斯迦油灯，那就是夏生花，夏天所生的一种花。罗婆摩利油花，那是一种杂花啊，摩利那就是茉莉花，就是杂茉莉花是这样子。所以供养所得功德呢是无量无边。下面是格量，就格量是较量一下持经所谓的福报是如何，来比较一下。说如果有人听到法华经里面药王菩萨本事品，听到本事品啊，我们现在做的还是包下居士听到，这样人一听耳根不得了哦，你别小看哦，所得的功德呢无量无边的功德。如果有女人，如果有你居士们呢闻到呢，闻是药王菩萨本事品，能受持者尽是女身，人家受持哈，尽是女身，后不再长生女身。有人愿意当女人呢，是本愿所使，他高兴啊。如果如来灭度以后，后500岁，那只是末法。如果有女人闻是经典，如说修行一时命中，怎么样？即往生安乐世界阿弥陀佛。法华经讲到往生极乐世界的事情，所以说你听到这样的一切法门会归到那里去，是吧？诸佛也是赞叹，所以你修什么法门呢，你弥陀的本愿是这样，那么诸佛的本愿也是如是。那药王菩萨不会说那你怎么不升到我那里去，到阿弥陀那里去，诸佛都是这样护持，大家就觉得极乐世界殊胜，故此呢希望安乐世界阿弥陀佛那里去。听到药王菩萨品呢，那我们都去，女人都可以去，更换男人呢，是不是？你说这女人可以去，我们男人去不成，对吧？那就说女人都去了，男人也要去啊。那大菩萨众围绕住处生莲花中，那是生到极乐世界的那种情形啊，宝座之上不为贪欲所恼，亦不为嗔恚愚痴所恼。因为世间就是因为有贪嗔痴的事啊，乃至下面慢嫉妒种种烦恼啊，往生到那里去就摆脱这些痛苦了，不要在世间种种颠倒，是吧？啊，诸垢所恼，得菩萨神通无生法忍，得无生法忍以后呢，眼根清净，于是清净眼根呢，能够见到700万2000亿挪油达恒河沙等诸佛如来，就是说往生到极乐世界所具的功德，因为闻到法华经药王菩萨本事品的缘故，就能往生。那你都听一下就往生了，就像上根受持啊，要受持这样啊，起这么一个一念欢喜，是这么殊胜的功德，就白送给我们，是不是这样？是指诸佛呢遥供，那么他见到这么多的诸佛，诸佛呢一一的去祝贺他啊，善哉善哉善男子啊，你能以释迦牟尼佛法中呢受持读诵，是为世今为他人说所得的福德无量无边，火不能烧，水不能漂，如是功德呢千佛共说不能尽。就是诸佛在赞叹呢，汝今已能破除魔劫，魔是劫众生的慧命，叫做贼魔贼，是吧？那么坏生死之经，我们生死之经勇往直前是生死，但是这个大经把它破了，我们才能够突破生死嘛。诸于冤敌皆已摧毁，就是在这个世间当中啊，流转我们生死的都叫做冤敌，这些冤敌我们一一能够摧毁摧灭，
都是因为闻法华通，所以说他法华在诸经中王第一啊。可善男子啊，百千诸佛以神通力共扫富足，这是诸佛的誓愿啊。一切世间天人当中呢，无如如者，唯除如来，世间没有超过你。为什么呢？因为受持法华的功德。其声闻平乃至菩萨四位常定，唯有一如等者，这样从因来说果的功德。要说王法呢，此菩萨曾经有如是功德智慧之力啊。若有人闻是药王菩萨本视频，能随喜赞善者，善念是受持，听到药王菩萨本视频受持往生极乐世界的种种这个殊胜果德。下面呢说能够善随喜赞善，哎呀，实在是好啊，这么好的事情，天下可以往生极乐世界还不好啊？然后诸佛又赞叹，好不好？世人的见识口中产出青莲花香，这是现报青莲花香，就不会口臭了哈。你欢喜哟，真心欢喜呀，你就出口臭还不好的事情，不要吃那个什么口香糖，是吧？何乐不为呢？生毛孔中呢，产出牛桃张檀之香，所得功德。但是你要从内心真心的这种随喜，问啊，还蛮好，还可以，嗯。我看这出不了香，是吧？也真心实意这么一种随喜，独善所说的功德。那下面是主类，是故说王法，此药王菩萨本视频呢，主类遗嘱，叫大家好好的流通啊。说灭度以后，谁灭度这个？释迦佛，因为在释迦佛讲呢，啊，我灭度以后，后五百岁时的末法，后啊，你这个后五百岁通常。五个五嘛，管先留步以言菩提，无令断绝，让那些恶魔呢、恶名诸天呢、等等得其便，就是那些恶的鬼神呢得其便，使这个经呢早已消失了，是要流通。庄华独当以神通之力啊，扫护此经，一再强调说你要神通之力来扫护，所以得此经是言菩提人病治良药。众生有烦恼，所以医疗法华会很殊胜。若人有病呢，得闻是经，病即得消灭。但是病有生有心的病呢，大乘经典有不可思议的功德，读诵它就会消除我们身心的病痛，就是不老不死。不老不死不好听，老不死，是不是？不老不死那就是什么呢？是禅乐，禅乐的一种境界。要王如若见是受持是经者，若见到有受持是经者呢，应以青莲花圣满末香上几盏，教他怎么去供养。上了以后要说此人不久啊，鼓励他说你可以做到禅。这个不久对佛来说，多少几百劫那算当然是不久了，对我们来说是很久啊，乃至明年都很久，是不是这样？啊，不久必担起草做一道禅。破魔君，然后呢去宣扬法华，就吹法雷击打马鼓，那叫转法轮的意思，度脱一切众生生老病死啊，生死老死病寒。是故呢求佛道者，见有受持是经典的，应当如是深恭敬心。其实我们自己没做，看别人受持经典呢，都应该深恭敬心欢喜心啊，应该是如是。下面说礼，说是药王本视频呢，当时有多少人得利益呢？八万四千菩萨得解一切众生以言陀罗尼，他也这样的解一切众生，众生说什么话都听得懂，是吧？你们跑到佛顶来，佛顶话讲的你们都听不懂，学也学不来，是不是这样子？学这么久了也没学几句啊，那我们没有得到以言陀罗尼啊。如果你得了一点点陀螺，你到名师得了一点了，是吧？啊，我顶话讲得来，听得来，是吧？有人住十几年也讲不来啊，只会讲吃饭，对吧？其他就不会讲。那我们没有这种陀螺，你就是讲话，我们的说法都受到障碍，语言的这个沟通呢，都得了种种障碍。就能够得到这样呢，就能够善于什么话都会讲，全世界各种语言都可以了。
好了，下面呢是多宝佛赞叹。再一个确认啊，释迦牟尼佛这样呢，多宝佛也赞叹。他在宝塔当中啊，宝塔不是关了吗？关了，在里面说话听得见的，是吧？他说：“是王法菩萨呀，善哉善哉，是王法，汝成就不可思议。那药王菩萨你就别提他有多少功德，他就问一下说你这个功德就非常的大，你能问出这么一个事情，但是释迦牟尼佛讲说，药王菩萨过去世的事情，他说不可思议功德，乃能问释迦牟尼如此之事，利益无量一切众生。因为说这个药王，菩萨本事品，让你们听了以后得到无量的利益。大家最喜欢的就是往生这个世界这样的好事，是吧？有种种利益啊，说你能这样问，那么药王本身呢，功德无量无边。好，那么这是药王本事品，然后再来我们看又换一尊菩萨。学菩萨道啊，每一个菩萨的他有修什么法门呢，我们都一一的去看看，了解了解，来充实我们的菩萨道。啊，妙音菩萨品叫做四十种身啊，按道理里面书里面有四十一种，他现四十一种，啊，观音菩萨三十二应，他比观音菩萨还要多，是吧？啊，四十种身，按照法华文里面的应该有四十一种身啊，说法立身。我们四种身也没关系，大体的数字嘛，它以这样的一种说法立众生的事。前一品是药王菩萨以因地中修行烧身烧臂供佛报恩的苦恨，这个我们了解了。他听了法华以后，他用身体来烧，烧了那么久来供养佛入灭以后呢，还烧身转世了，再烧身供养舍利来报佛的恩啊。是佛恩永远是报不完的。此品是妙音菩萨曾经无量劫供养无数佛，还有种种的供养物体供养，示现六道众生的形象身份，他以他的神通力量在六道当中呢，现种种形种种身来呢，随类法度重苦行，这也是一个难行的事，也叫做苦行。所以天台以药王、妙音、观音三品啊，这三品本书释迦牟尼佛身口意三身，就是说说明是释迦牟尼佛身口意三种的这个供养啊，用来呢弘扬法华经，利益众生。好，悉得一切众生以阎陀罗尼今以普现色身，妙音身呢片吼十凡，他也普现色身，则以阎陀罗尼啊弘宣此教，故名为妙音品。这妙音身以这么一种音身来度化众生，就跟观音就是一样，光是音，这个地方讲的是妙音，他以这样的一种妙色身呢，以这妙音身呢，遍好十凡。十比名菩萨以南师之力，随类通经，就是说菩萨以南师义的神通之力呢，随众生不同的种类啊，而能够通达今天，悟睹其迹，莫测其本。就众生所看到他的情形，也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人，过去是修什么法，都不知道他的本。那我们后面这都是讲到菩萨过去因地啊本行的事，比如说妙音品，虽然是很长，但是看见内容呢是这个啊比较明了。来，我们看这个什么来着？这个科判啊，续受法弟子，然后受法弟子，然后是妙音品，这里有妙音品和普门品两品。说法弟子情况如何？那么妙音品呢，又分成六点。妙音品先分成六点的：放光东照，奉命西来，十方从经，二土得意，还归本土，然后文品进道，分成这六点。然后呢，是
放光东照，我们看第一点，放光东照，而释迦牟尼佛呢，晃大人像，晃大人像啊，就是佛的像叫大人像，肉即光明，在肉即无限顶像呢，晃眉间白毫相光，遍照东方啊，那个百八万亿，那由他恒河沙诸佛世界，过之数亿呢，有一个世界，就是说超过这么一个世界，但是有一个叫净光庄严，叫净光庄严。其国有佛呢，号净法树王智如来。他过这么久远，有个地方用这个光去照那个世界，为的呢，使这个妙音菩萨的这个事迹啊显说出来。有些地方是起啊，经有些地方是不在起，有些地方是佛是放光，放光了以后呢，然后再叙述为什么要放这光，造型的意思是什么。为无量无边大菩萨恭敬为老而说法，就是讲说呢，净法树王智如来说法的情形。释迦牟尼佛白毫光明遍照其国，就照到那个地方去了。那么下面是叫做金家续德啊，二十一界净光庄严国当中有位菩萨呢，叫做妙音。这个妙音呢不得了，他所修的三昧啊非常的殊胜，久以执众德本供养清净无量百千万亿诸佛。我们看呢，菩萨哪一种菩萨都是这样，动不动就是供养千百亿万，说的无数无量无边二乘极是这么多，而其成就甚深智慧。下面是十六种三昧，都是这十六种三昧总结四个字：福德庄严。十六三昧哈，记住这么多三昧，但是成就菩萨能够随类说法，以妙音声呢随类去度众生的事，所以说这叫甚深智慧。这个呢，所谓甚深智慧，就是指的呢，智慧庄严，智慧庄严。得第一个三昧是得妙喘现三昧、法华三昧、净德三昧。住完系三昧、无言三昧、自应三昧、解一切众生以言三昧、集一切功德三昧、清净三昧、神通游戏三昧、虎踞三昧、庄严王三昧、净光明三昧、净藏三昧、不共三昧、自行三昧，这里一共有十六个。那么三昧呢，一天台呢里面都有一一的约略的提一下啊，什么叫妙转相呢？妙转的实相不动，高显无上的意思。他得到这门思想之理呀、啊，非常的明显高显。好，我们先看这里。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